说，王小龙现在翻译到了右路。哦，世界波，太漂亮了！哦，难以置信，格龙。我们看看，如果这是一个4-3-3阵型的话，由中锋卡努特率先进球，左边锋王小龙锦上添花，而格龙打进的这一球堪称世界级水准，太漂亮了！啊，这三个进球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对。虽然今天工人体育场上座率还没法跟周末的中超联赛相比，但是今天来进行现场看球的球迷绝对不虚此行。漂亮，这是一个世界波。王小龙现在翻译到了右路。哦，世界波，太漂亮了！哦，难以置信，格龙。我们看看，如果这是一个4-3-3阵型的话，由中锋卡努特率先进球，左边锋王小龙锦上添花，而格龙打进的这一球堪称世界级水准，太漂亮了。这三个进球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对。虽然今天工人体育场上座率还没法跟周末的中超联赛相比，但是。